弟兄姐妹们，早上好！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。我们先读一段圣经，诗篇47章第8到第9节。神作王，治理万国。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。列邦的君王聚集，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，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。他为至高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受荣耀与赞美的主。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将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崇拜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到你奇妙的恩典。求你将圣经里的奥秘，借着李牧师的口向我们一一解明。求你让我们有渴慕你话语的心，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们，早上好！又是一个美好的主日，我们又能聚集在一起了。我们能感觉到神的爱和神的灵住在我们的身边。让我们放开歌喉，一起让对神的赞美的歌声飞扬。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着地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击鼓跳舞，扬声欢呼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。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着地。当圣洁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击鼓跳舞，扬声欢呼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。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诗篇150篇1到2节说：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，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。”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
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像那幸福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像那幸福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像那幸福在空中向神敞开。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中间，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33年中将福音传遍了各地，他走的时候又给我们留下的圣灵，让我们一起恳求圣灵永远和我们相伴，充满我心，求你黑暗降临，
人是脆弱的，凭着我们自己是干不了什么的，只有靠神的力量我们才能得胜。求永生真神的灵来复兴我。神的慈爱与我们同在，神的信实与我们相伴，我们要在万民中称谢他，我们要在列邦中歌颂他。神啊，愿你崇高。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，你的慈高举主天，你的心事上大穹苍，你的慈爱高举主天，你的心事上大穹苍。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，慈爱高举诸天，你的心事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慈爱高及诸天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信实上达穹苍。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吕院长。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又再次在网上跟各位一起来敬拜。这样的疫情有点超过我们的想象，没想到都将近一年了，我们今天还是必须回到网上来敬拜，但是神有保守，我们也是仍然充满了欢喜感恩。虽然不晓得未来的路途怎么样，但我们深信神仍然掌权，他会有过用的恩典。所以我都想问弟兄姐妹，我们期待2021年开春的样子呢？这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思想，甚至你自己可能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感动或者一个决定，一年新春的新计划。最近我是当想，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责备的时代，同时这也是一个需要安慰的时代，这也是一个破坏的时代，但是同时又是一个需要重建的时代，这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格外谦卑的时代，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必须要在主里面放胆的时代。我想未来这一年神会向我们有这样的恩典，同时要责备我们，但他也会安慰我们，他曾经把我们修剪，但他会重建我们，他要求我们谦卑，但是又同时要求我们放胆。这样的信息就像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哈巴谷，其实跟所有的先知都很类似。先知有疑惑，先知看见外在的环境乱哄哄，疫情乱糟糟，政治乱哄哄，国家有危难，他有疑惑，为什么神的恩典、神的祝福似乎越来越远呢？所以百姓受亏损，国家受亏损，今天来说教会也受亏损。但是哈巴谷在神给他的信息，他经过祷告，至终今天的经文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九节，这整个结束的时候，哈巴谷用一个祷告，用赞美，用仰望神来结束，他得了释放。我相信我们今天在面对世界上各样的搅扰、混乱，政治上、道德上是非难辨，莫衷一是，教会信徒应该怎么样来面对，怎么来在主面前过生活？我相信今天哈巴谷的信息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也给我们一个勉励。所以我今天就从对不起第一到第十九节来分享。首先我们再来把经文看一下。当中有一段经文比较长，但是我想圣经的话仍然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就一起来看。第三章第一节，先知哈巴谷的祷告，调用琉璃歌。第二节，耶和华，
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，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。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从他手里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，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。他站立，量了大地，观看，感赞万民。永久的山崩裂，长存的岭塌陷，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。第七节，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，米甸的幔子战惊。耶和华啊，你乘在马上，坐在得胜的车上，岂是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，向洋海发愤恨吗？你的功全然显露，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。你以江河分开大地，山岭建立无不占据，大水泛滥过去，深渊发生，汹涌翻腾。因你的剑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，日月都在本宫停住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，发怒气责打列国，如同打粮。第十三节，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，拯救你的受膏者，打破恶人家长的头，露出他的脚，直到颈下。你用敌人的矛戈刺透他战士的头，他们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，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。你乘马践踏红海，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。第十六节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禁之民上来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是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很特别的信息，很多的令人颤惊的信息，但是最后用令我们振奋仰望等候的信息来结束。我想很合乎今天时代的需要，我们一起从这当中来学习。我们先一同来祷告。恩主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，也巴不得我们能够揣摩哈巴谷的心智。他看见国家有艰难，他看见百姓有软弱，他看见你的恩典，你的信实仍然是永远长存的。所以他虽然心中不平，他心中可能不解，他也不晓得为何会落到这样的光景，甚至不知道前路如何，但至终他在你的面光当中，他确信你的恩典慈爱仍然要临到你自己的百姓。若百姓回转归向你，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盼望，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丝毫不减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主。所以当我们2021年开春，我们仰望你带领我们的日子，带领我们的前面的脚步，我们深信你的恩典要够我们所使用。求你帮助我们众人，我们没有轻看你的恩典，我们也不敢滥用你的恩典，但是我们愿意我们在恩典当中，我们存心忍耐。主，我们也享受你的同在，祝福我们今年一年的时间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，就像哈巴谷一样，他期待你的复兴来到，我们 也同样期待。若不是今年，在未来的岁月当中，你复兴你的百姓，你复兴你的教会，好叫我们仰望你的人一点都不羞愧。我们深信你要带领我们这样前面的脚步，祝福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叫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有思想里的都得着丰富。主，那对有软弱的今天在门里就得刚强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这段经文我想我们感动很多人，也安慰了很多人，特别最后面讲到说，就算无花果树不发光，葡萄树果树不结果子，甚至橄榄树也不效力，什么都不行了，遭遇极大的困难，但是神的恩典他让我们的脚好像母鹿的体一样快行，而且稳行在高处。所以我想今天这段经文我从三方面来说，这个三个大段落，第一个一开始是哈巴谷他恳求神降下福星，就在这些年间吗？是不是就是现在是这个时代？我们这盼望是如此，我们也同样存着同样的心。过去2000的历史当中，每隔一段时间神看为每个时刻来到，他就让教会复兴，每隔一段时间有需要的时候，这些复兴就临到降在百姓当中。所以巴不得我们今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恳求神降下福星，这是第一到第二节所讲的。那第三节到第十五节讲到说，这福星有神的基础了，因为神过去在历史当中他就是有大作为。那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来观看，不仅是看现在，而且是看过去，神过去是怎么样搭救他的百姓，现在他要再来怎么样来复兴他的百姓。所以第三到十五节我们就思想神的作为，我们不但观看而且思想，而且是要跟随。最后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束，一个在信心盼望当中的交托，在祷告中要重新得力，第十六节到十九节。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，按照经文向我们启示的顺序，我们来思想第一个段落，就是恳求神降下福星。这第二节是核心，第二节说，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，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这是一个很激励我们的祷告。他这样讲就表示是当时情况真的是不好，但他没有失去盼望，而且他也知道现在不是我能够做什么的，我就只能祷告，我努力做我现在可以做的，但是唯有神可以成就父亲的作为。所以他就到神面前来就祷告，恐惧战惊期待的祷告。第二节是核心，这里讲出至少先知的几个面向。第一个，他做一个先知的角色，他的角色是警戒，他骂人的，他责备人的，他警戒百姓的一个犯错的地方。但他不仅是警戒，先知不是只骂人，骂人的时候是有的，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提醒大家说，我们已经跟神立约了。先知这个中保的角色，他说神还是愿意祝福人的，但是人如果犯错了，你们要悔改，这是盟约中保的角色。他也祈求，他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骂人是容易的，但是骂人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，责备之外还要提供一个出路，说你到底在哪边做错了，要怎么做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，我们一起来做吧。这是先知很重要的角色。所以有人以为说先知只是骂人，那是对先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所以他的角色刚才所讲的也是他第二个先知的态度，他敬畏神。第二节一开始就说，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，或者是言语，或者是你的作为，反正我听见有关神的事情我就惧怕。惧怕也对，其实更好的翻译说我就敬畏。惧怕跟敬畏是一体两面，是很接近的事情的。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是不怕神的，有人说他怕神，但不一定真正的怕神。就像约拿说我是敬畏，我是惧怕耶和华了，他哪里怕呢？他根本不怕，他要真怕就不会做成这个样子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揣摩哈巴谷说，我心里就真的惧怕。如果我们想清楚神严厉的公义，让我们可敬可畏的公义，我们不敬畏，那是很奇怪的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先知在这里有第三个表达，他不但讲他的角色如何，他的态度如何，重要是他的心肠怎么样。他说，
在你发怒的时候，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就在这些年间，或者更正确的讲说，就是现在，就是今天，就是当下。如果你真的是发怒的时候，求你以怜悯为念。如果你真要击打，主啊，求求你不要打得太重，免得我们吃不消了。这是先知的心肠。所以这个整个背景就是在先知在恳求要赐下复兴的时候，他的三种，他的角色，他的态度，他的心肠都是如此。因为先知非常清楚知道，复兴从来是必须要有代价的，有功课的，而且是有需要的。如果现在是在很兴旺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复兴呢？因为已经很兴旺，当然不是。所有需要复兴的时刻都是很黑暗的，都是很败坏的，都是很软弱的。我相信今天美国走到这个光景，没有人敢说，也没有人会糊涂到这个地步。像美国是最强盛时代，只有那少数人不晓得脑筋坏掉了，这是我现在做的最好，现在美国是最强盛的时候。我想不是，很多数据会告诉你不是的，你的盟国会告诉你不是的，你自己讲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了。神说如果需要复兴，当然那是因为软弱不足的。如果不悔改，一定会有惨痛的代价。以色列人、犹大人、哈巴谷在这里所警戒的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如果你们不悔改，要亡国的，要被掳的。因为他已经看见了，在远远的地平线上，巴比伦兴起了。亚述曾经很强大、很残暴，巴比伦兴起比他更强大，而且残暴程度是差不多是一样的，而且一定会灭掉犹大。这是很清楚的事情，就在地平线上不断的接近，而且越来越急迫了。所以先知看见了，可能很多百姓根本不晓得，还在纸醉金迷，还在粉饰太平，还在享受他最终之乐。但是先知知道了，第一章第六节也是不是这样讲吗？我必兴起加勒比人，他已经看见了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土地的住处。加勒比人、巴比伦起来就是如此。所以如果不悔改，那犹大将亡，这是预言。如果不是回转，那神时候到了，时机到了，就活不了了。我想我们今天福音派的教会走到了21世纪的五分之一了。在这么多年来，福音派的教会晓不晓得我们在哪边是有什么软弱缺失需要回转的？我想这是神给我们提醒的。我深信神人要复兴福音派教会，就像20-30年前、30-40年前再来一次的复兴，我深信不疑。因为神乐意我们体会揣摩他的心意，做成他的功的。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复兴是有代价的。他这里说，你在这些年间要复兴我们吗？就是现在吗？我巴不得是。但是在那之前要复兴的时候，求你以怜悯为念。不是怜悯让我们复兴，怜悯我们如果错，你如果责打我们，你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错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们盼望能够像先知哈巴谷一样，在我们有生之年，就在这些年间能够见到复兴。复兴你的作为就在这些年间。当然有一天如果神把我们接走了，我们都感谢主，卸下一切劳苦，那些是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以后他们要自己要为这样一直负责。反正就像保罗讲，跟主同在好的无比，但是为了众的缘故，所以神也让他留下来，两班皆可。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子。有一天我们打了一场美好的仗，交了棒了，那剩下就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。但是巴不得我们在被主接济之前，或者卸下这个担子之前，我们看见神有复兴的作为就在这些年间。我想我们可能
有些征战神祝福我们很享受，但是我们巴不得我们不是只停留在以前过去多好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过去就是曾经有很好的时刻，但是我们希望现在更好，我们希望明天能够更好。所以说了这个，我是蛮怀念以前我的侍奉，既然一二十年前，十几年还不到二十年前吧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可能各位 也听我几次，可能也略略的提过。当时有差不多将近十年的时间，很难得能够侍奉有将近十年的时间，神那么大大的祝福，现在想起来心中还是很感恩，而且心中回忆总是很甜蜜的。那十年当中，每一年，整个教会，当然不是全部我一个人施洗，也是其他的牧师，每一年受洗人数是120个人，每一年固定有4次的受洗聚会，每一次受洗聚会差不多都是30个人，蛮准确，大概10年的时间。现在想起来真是美好。那一段时间，福音派教会不是做我们教会，其实但是那时候在美国的很多华人福音派教会，正强壮，兵强马壮，而且那些福音的动能真是极大无比的时候。我们巴不得在我们有生之年，我们说不一定不是比较，而是说主啊，我们需要更年轻的时代，你就兴起年轻时代吧。现在90后、00后越来越不容易，我们必须揣摩明白他们是需要什么样的信息，什么样的策略对他们比较有果效。以前我们可能有果效，但是对他们不管用了，我们就回转，我们不要坚持抓着那个不放。年轻人需要年轻的方式，只要在真道上能够明白方法无所谓的，只要不违背真理，求神复兴你的作为，就在这些年间嘛，因为需要的。若是这样子，求神怜悯我们。先知说，你发怒的时候，以怜悯为念。那似乎，哈巴谷也预知到了，将来神会发怒的，会有更多的责备击打在面前，那是真的，是讲预言。后来果然国破家亡了。但是今天神发怒嘛？今天神在美国或在全世界，在我们当中发怒嘛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敢那么武断。但是你想 COVID-19 从去年闹到现在都差不多快一整年了，到礼拜天为止，大概全球有9800万人左右生病了。你说很多人是轻症，我知道，但是有很多人染病以后稍微严重的后遗症是很厉害的，9800万，快要1亿人了，那是蛮高的比例的，死了200多万人，全球，美国一直贡献1/5左右。到礼拜天为止，大概是2400万，不到2500万，那是很令人吃惊的数目字。2500万人染上了COVID-19 新冠肺炎病毒，死了超过41万人。那个数目比二战时候美军的伤亡人数还多了，胜过一个世界大战，就在美国。求神怜悯，神是不是发怒呢？我不知道，但这个功课肯定是不小的，或者是我们麻木了，不过是个数目。几个月前，当初我们都死掉6万，我们都吓死了，6万人很多了。如果说他的棺木排起来，你能想象6个棺木可以排到什么地方去呢？现在有41万人，还没结束。有人说到了2月底的时候有50万人，不敢想象。求神怜悯我们。但是这样想，如果复兴之前需要神向我们发怒，那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不敢多说。我只能说，主啊，如果你需要发怒，当然你有你的权柄，就求你发怒。
若是发怒可以让教会复兴，让人心回转，我求你发怒，但是你发怒的时候，求你以怜悯为念，好叫我们不会错过悔改的机会。就像当年约卫斯理，约翰卫斯理他传讲福音走遍了英国各地，在马上日夜不停，结果英国产生一个大复兴，以至于英国跟法国不一样，英国就避免了那些工业革命所带来各样的社会问题，或者是一个社会现代化所带来一个任所有的这些社会问题，所以不管是不公不平，是同工的问题，是奴隶等是压榨的问题，在英国没有那么厉害，就造就了英国一个强盛的时代，这个教会功不可没，那是实在的。所以那是英国，他没有错过悔改的机会。美国呢，求神怜悯，让我们可以明白，有击打，有警讯，甚至有痛苦，但是我们不会错过悔改的机会。我们想想过去这一二十年来美国所经历的，是不是真正把握住真正需要悔改的时机呢？我看没有，不见得。不要说什么，我们先从2000年开始讲起好了。2000年有个叫做 Enron 的财务公司出了很大的问题，结果因为做账的纪律，我们当中有专家对着经济也是很熟，你也知道了，那是本来不应该做了，但是隐瞒欺骗，所以以至于造成很大的危机，结果很快也没事了。到了第二年发生了911 911的事件，对美国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，悔改了两三个月，三四个月以后教会人数又减少了，大家都不为意，因为我们把这个局势给控制住了，那些中东那些东西都已经掌握了，所以他也不能作怪了。所以到现在基本上对外的反恐算是成功了，从这个角度。但是悔改嘛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见。果然到了2008年就是Lehman Brothers 雷曼兄弟金融海啸危机，那个我觉得是美国衰落的一个最明白的信号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。但是我们悔改了，我就指的美国整个社会，没有。海啸危机以后，当时我们真是 不知所措，所有的股票、地产、你的财务，全球都一样，都少掉三分之一。因为它是个很大的一个泡沫，我们都经过了，到现在我们也没有从当中学到什么宝贵的功课。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股票飙升，我不是经济学家，我也没钱搞股票，我不太懂这个事情，但我只知道说这很不正常，如果我们悔改不会产生这个现象的。过去这一年来，很多科技大佬赚钱赚翻天的，听说穆斯赚了七倍的财富，怎么会呢？我的社区旁边看的很多人辛苦的不得了，连活命都有点困难的，为什么他财富赚了七倍，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呢？我不晓得，这问题太大，超过所求所想，不是我能力所及。但我只知道，美国悔改吗？我没有看出来。去年 COVID-19 中美贸易战，我们从当中学了功课吗？我只是美国整个社会，美国知道真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吗？甚至教会因为这些事情，教会还起了纷争，是何其令人难过的事。教会明白我们的弱点，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罪是软弱出现在什么地方，或者是还需要有下一次吗？求神怜悯我们，真的求神怜悯我们，还会有下一次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们迫切需要神的怜悯。就像摩西经过那么多年的反思，他说：“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
是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，求你指教我们来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日子当然不能数算，就是让我们明早点明白过来，清醒过来，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。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揣摩先知在这里一样，我们恳求神怜悯我们。接下来先知就继续说，那你们看看神在过去是怎么作为的。这段经文很长，我不会再多详细的讲。第三节到第十五节是讲到两件事情，第一个神向我们来显现，第二个他显现他的作为，拯救的作为向我们来显灵。他用很多的诗歌的语言跟比喻的用法，基本上就是讲到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回事情。那这段经文讲的是论的是过去的事情呢，还是未来的事情？很多解经家莫衷一是，但其实无所谓，我也不要去讲那个细节，那个让专家有空没去再去多研究。但是神是过去，是现在，是将来，都一样的，所以是过去现在都包括在里面的。所以我们就来看这里面他描写出来，神是有能力的，有光荣的。如果说我们要求神来鉴察，求神怜悯，他必须有能力，他有光荣的。所以你看第三节就是说，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，他的荣光遮蔽，或者是新译本翻译说他的荣光弥漫的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，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从他手里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第四节也接着在说，他的其中藏着他的能力，这是讲到神他大有能力有荣光的。那接下来因为他有能力，所以他可以审判，他的作为一定会完成的。所以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就讲到他的审判的作为。第五节就说在他面前，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，他站立量了大地，观看感善万民，永久的山分裂，长城的岭塌陷，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，现在也是相同的，以前跟现在是相同的。第七节说，所以他看见古善的帐篷遭难，米甸的幔子颤惊。这讲到神作为，在过去历史他用过去的典故来说了。接下来他就讲到说，他用瘟疫来击打，这经文提到的。圣经里面用瘟疫来击打众民不多的，我们过去的2020年是瘟疫嘛，那就定义来说它就是瘟疫。但是有一点大家可能要明白的，历史上神从来不轻易用瘟疫攻击他的百姓。你看第六节他说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，古代就很少用瘟疫攻击百姓，圣经记载了几次是没错，可是你想那么千百年当中就那么几次记载下来，不多次。神有慈悲有怜悯，他不轻易用瘟疫攻击百姓。我们活在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 pandemic 当中，我们再不思想明白，那我们算是枉活了，枉费我们活这一辈子。圣经在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说，神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就是攻击以色列人，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当然谁能顶得住呢？即使到今天科学这么昌明，面对 COVID-19 还手足无措，是疫苗可以，但是这些 virus 会突变的，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样的，但神没有轻易用瘟疫攻击他的百姓。圣经当中用瘟疫来惩戒其他百姓的，可能有人觉得说是啊，圣经就是有，但是你要晓得那个次数是很少的，几个关键的。这为什么那时候要这样讲，那是另外一事情，有空我们再说。可拉党的时候发生过一次，在石亭摩亚离子的时候淫乱时候讲了一次，大卫数点百姓的时候讲了一次，这是几次几次大的，就是如此，几千年就提了这三次。因为神不轻易用瘟疫攻击我们，
神是信实的，神是恩慈的。巴不得我们瘟疫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就明白，现在我们还在瘟疫当中，我们难道不应该明白吗？所以神向我们显现，神显现以后显明他的拯救，这过程当中都显明神的慈爱跟神的信实跟神的大能。所以这些先知看见，我们能看见吗？这么拯救不仅是现在的拯救，先知看到的拯救还是在将来的拯救，这个在第八到第十五节你可以看出来它的显现。你看第八到八节到十二节，耶和华，你乘在马上，坐在得胜的车，岂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气，向洋海发愤恨吗？你的功臣很显露，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。你以江河分开大地，山岭涧里无不占据，大水泛滥过去，深渊发生，汹涌翻腾。因你的剑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，日月都在本宫停住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，发怒气责打列国，如同打粮。所以这里讲到是描述他的他的拯救，他的怒气。但最重要，接下来第十三节是这个段落的结束。这个段落分段很不容易，但大致上意思你可以出来。十三节是 个关键，他说关系到说神救恩的重点跟目的在哪里。他有描述了战争，第十三节就说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，这是真正的重点。前面讲过这些重点，就是你要拯救你的百姓，要拯救你的受膏者，打破恶人家长的头，露出他的脚，直到颈项。你用敌人的矛戈刺到他战士的头，他们如旋风，他们来如旋风，要将我们分散。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。第十五节结束就说，引用到出埃及记的一个场景，你乘马践踏红海，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。这里包括两种拯救，一个是最大的拯救，一个是最后的拯救。最大的拯救是用神把以色列人救拔，带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击杀了埃及的精兵，让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。这是用出埃及的历史神迹以救恩作为典故，所以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，你乘马践踏红海，让红海分开的意思，这是最大的拯救。在我们今天他也可能拯救，如果他许可让这瘟疫很快可以止息，或者其他的事情我们的挑战，他都可以救拔我们。但这里还包括一个最后的拯救，这最后拯救就不是线下。第十二节说你发愤恨通行大地，发怒气责打列国，如同打粮。到时候天底下所有的列国通通要被你消灭，哪怕是巴比伦，哪怕是踹酒炸了。这个在其他先知书的文学讲的非常多，耶利米书、启示录、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只是讲到最后的审判，愤怒的酒炸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的眼界只想说让我们脱离这样的瘟疫，目前的这个 COVID-19， 那是好的，是对的，神也会这样做。那你以为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拯救，那你错得很离谱了。不是，因为真正的复兴必须有末世的透视点。这也是为什么这里这么长篇大论讲了神的显现跟神的拯救，有些拯救是当时根本没做到的。因为真正的复兴必须有末世的透视点。如果你没有看到在末世终结的时候基督的国要永远降临，基督要再来，那你的复兴都是很短暂的，不会长久的果效。神爱子降临，道成肉身，钉了十字架，已经打败仇敌，已经破坏撒旦的权势，但将来还有个最后的得胜。就像希伯来书也这样讲的，我们儿女弟兄姐妹既同有血肉之躯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指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特要借着死，他自己钉十字架来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这是最后的拯救，也是最后的胜利，所以他胜过死亡。所以今天我们是一样，
疫情当中我们最需要什么？可能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打疫苗，我到现在也没收到通知，我也不知道，该打就打了。但是有人说疫苗来就解决了，我的女婿跟我说，We are in the right direction， 我同意。但是如果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以为疫苗出来就可以解决美国的问题，错，而且错得非常非常非常离谱。疫苗是重要的，我可以给你保证，疫苗绝对解决不了美国问题，甚至疫苗是不是真正能够解决疫情的问题，我都有疑问，有疑问的。如果大家不有点警觉性，愿意保持距离，按照规范来做，说打了疫苗，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们就等着看。疫苗不是真正的复兴，绝对不是在线下，也不是你眼睛看得见的。真正的复兴，你必须有够远的末世界的透视点，看见主基督，看见他的荣耀，看着他的掌权。所以我们必须有个透视点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想讲这个话，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的。像彼得劝勉当时的信徒，我们今天也一样，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精心祷告。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现在罪是许多的，所以我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彼得上劝我们的，个人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彼此来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这个是努力做我们目前神给我们的恩赐，给我们的呼召，给我们的使命。但是一开头第七节，因为漫步的结局性，那是最后的透视点，也是最后的再来，真正永远荣耀的国度就在我们眼前。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神向我们显示，我们显明他救恩的行动。如果是这样，就到第十六到第十九节，我们必须在祷告当中重新得力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颤惊，嘴唇发颤，苦中朽烂。我在所立之处颤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。他第一个第十六节讲到说，先知他彻底认识事态有多么严重的，他看见将来的挑战，他恐惧战惊。我的意思不是要我们人心惶惶不可终日，不是，但是我说将来的挑战不小的。我曾经听过一个评论家说，美国现在的呢这个内乱或者内战，族群的对立跟撕裂，恐怕要乱一代人就是20年，因为他看见世界上各国政治如果进到不稳定的状态当中，通常要20年才能走出来。日本也经历过，其他很多国家都经历过。我希望他是错的，我真的满心希望他是错的，可是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一点可以确定，事态是严重的。所以哈巴谷他身体颤抖，嘴唇发颤，讲不出话来了。他站在圣殿的墙角，或者是站在那里山上看，所以他这个安静等候灾难来到，这很传神的描述。我想我就不多说了。美国目前到这个地步，我们麻木了嘛？41万人只不过是个数字。我们知道问题是在哪边吗？前阵子山火空屋烧毁了400-500万的林地，现在新闻还报道吗？还是可能有些地方可能还在烧呢？可能是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了。我们是不是就不再在乎这些了？也不再在乎认识神了？所以以至于我们在信仰上，我们就不觉得很厉害。美国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我听说1月3号吧，就还没好久以前，当第117届国会议员开会的时候，最后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议员叫做 Emmanuel Cleaver， 他祷告
结束的时候他说 Amen， 这是我们都会说的，他加上 And a woman， 你应该都听过了。哇，你说一个政客，他不知道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也就罢了，他随便按他怎么说我们也没办法了。但是他在从政之前做了37年的牧师，美美教会的，做了37年的牧师，他不是泛泛之辈，他不是不懂圣经，何以如此？一个做过37年，而且很大的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，竟然祷告结束的时候可以说 "Amen and a woman"， 我不晓得怎么消化这个事。你会知道自己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吗？问题不严重吗？不管怎么样，重要的是17到19节，哈巴谷就再次劝勉，也是他自己的心态，认罪悔改。因为彻底回过头来彻底认识神而得胜。所以第17节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子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地也不出粮食，圈中觉得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就是已经真的山穷水尽了。第18节说，然而就算是这样子，虽然是这样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不管多坏，我相信神的恩典还是够自由，只有我们回转回到神面前。因为第19节说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说稳行在高处。极度的困难，如果哈巴谷能够这样子的，他预言将来很艰难，国都要灭亡的，他能，我们也能吗？当然我们也能，我们恐怕还没有到那么厉害的地步呢。所以回到哈巴谷一开头是说，先知哈巴谷的祷告，求神怜悯，祷告，我们就真的回到了神的面前，认罪悔改祷告。只许就像撒加利亚所说的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那是依靠灵，方能成事。成不成事不是重点，原文没有方能成事这4个字，乃是依靠灵，只要靠圣灵就可以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得复兴。所以回过头来，就像哈巴谷一开始所说的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，我就敬畏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求你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我们是败坏不堪的罪人，但是神已经怜悯我们，他已经拯救我们了，我们见证神永远的能力荣耀，所以我们不惧怕。我们可能很颤心敬畏，但是我们不惧怕。所以我们是害怕，我们不能，但是神能。就像哈巴谷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交托，那不是他本来的，我们也一样。我就想到最后很想到一个例子跟大家做个解说，就是马里顺在1807年他去中国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都被禁运，他不能直接到中国，他就是从英国坐船到美国，从美国好像是纽约的样子，那再转船，然后绕一大圈，然后去了中国。站在移民关口的时候，移民官就有点嘲笑他，说你要去中国干嘛呢？年轻24岁多25岁的马纽森就说，我要改变中国。官员当然嘲笑他，就凭你，那时候他名不见经传，后来也是一样，不过 也不过是一个人，每一个人要改变中国。马纽森很豪气的，应该说很谦卑的说，我不能，但神能。果然5年之内他翻译了新约。其实马里逊的，你知道他的侍奉果效不大，他除了翻译圣经以外，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带人引人归属的事，就一辈子那几个人带人两个人安了一个牧者。1819年去了10年左右就翻译旧约，蛮了不起的。但是谁看呢？当时中国也不看，西方人也不带看的。1823年整本圣经叫做神天圣书就完成了。这些事工成为后来
宣教是重要的一个铺的路径，因为他开创他铺的路，包括戴雷神，包括内地会，都受惠于马吕逊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纪念马吕逊来台200年是这么重大的事情。他讲的没错，我是不能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算什么？我们不能，但是神能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里两件互为表里的事，继续恳求神复兴，继续不断的更新悔改。我深信我们不断的做两件事情，神若愿意，他可以让我们想象不到的时候，他就复兴他的教会，他就复兴华人教会，来祝福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。当我们想到周遭的环境，我们胆战心惊，但是我们仰眼仰望你，我们心就得安慰得激励。仰望你，人真的就是不羞愧，要让你不羞愧也是我们的心愿，巴不得我们自己的羞愧我们回转在你面前，以至于你的名就可以得荣耀。谢谢。在主的面前站立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我们一起站立着领受神的祝福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你保守我们众人平安到如今，这些都是你的恩典。我们更恳求你，在未来一个礼拜当中，我们若需要出入的，让我们有出入也得平安；若我们必须在家工作的，主在我们家中一样享受到你自己的同在，叫我们手中的工作，无论公无论私，靠你都重新得力。愿你帮助我们，愿这个礼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。唯有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并圣灵的感动与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，阿们。这个视频好像有点问题。
题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出现那些有些奇怪的现象。Anyway， 啊，我们再一次感谢那个吕院长的正道和助导。有几件事情呢，向大家报告一下。啊，第一个呢，就接下去呢，11:45由成人主日学啊，可以从教会的网站里呢，首页呢进入各个班级，密码的都是3个1，很方便。啊，这个欢迎大家参加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纪要神学的视频呢，也欢迎大家去观看。啊，1月30号晚上呢，有单亲团聚的团契的聚会啊，请和令雅仙姐妹联系。很感谢神啊，也很高兴目前呢有5位同学报名参加了这个受洗班，他们将在4月4号复活节的时候受洗，啊，请为他们祷告。读经的计划已经开始了，咱们这个周报的册页有每日这个读经的进度，可以供大家参考，大家也可以啊查阅呢这个网站。请大家来参加这个每个星期天早上9点和每个星期三晚上8点的这个祷告会，啊，同心为我们的啊教会、为弟兄姐妹啊、为我们的宣教士来祷告。我们也要继续为这个疫情和国家祷告，求神呢医治和安慰呢受啊病毒感染的患者和家人。1月份呢，请特别为宣教士啊 Joe、May 啊，他们在英国伦敦的这个华人宣教事工代祷。也请继续为我们的静怡姐妹、康华弟兄以及 Joshua 弟兄的这个癌症治疗祷告，啊，为这个身体有软弱和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，求神呢医治和这个安慰他们。这个星期呢，请大家为胡国珍、汪佳敏、王胜果、王玉、王慧玲等这个家庭做守望祷告。最后我们默祷散会。